我觉得完美的定义每个人都不同的。我对完美的定义呢，我觉得自己的心态比较抽象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需要找一个 standard 的自己，应该要找一个自己爱的自己。有时一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，你两样东西合埋了才是你来的嘛，所以这个才是最完美的你咯。